I like it. Joe, contract time.这一排都是军人的墓和墓地。下面我们要去饭店吃午饭。聚会吧，主家操办，但是客人可以带礼物，可以不带礼物。像这种丧事，主家是出钱，提供食物，提供饮料，提供饭店，全部对客人都是免费的，所有来参加的人员不需要花一分钱。如果关系非常非常好的，或者你愿意买东西的，可以买一束花，这就给朋友们提供了就是非常自由的这种没有负担的生活方式，这一点我非常欣赏。如果在中国的话，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。所以说中国的人情来往这一条如果能够取消了就最好了，这样人生活就感觉比较轻松，不会